知道他是谁吗？阎王见了掉头跑，光明卫来了，光明卫指挥使魏昭，违戒佞臣无人能管。魏昭，你不得好死啊！三郎的恶名啊，恐怕是有苦衷。裴隐猜到了我的身份，三郎是个好对手。我们为了当年的真相，蛰伏在健康这么多年。十年前的少年奴，阿昭，如今成了朕最倚重的人了。放出消息，就说将此人在月落。师父，你骗我来月落就是为了抓我师父？他是唯一可能知道当年真相的人。是你逼他的。你给我滚开！青山隐隐，流水迢迢，不过就是各归各位，各安天命。纵使前路难行，我也要走下去。月落尘渊，今当昭雪。成王败寇，自古如此。我会为月落战至最后一刻，护月落远离战争，重回安宁。